像森林里在光线中穿行，遇见最好那个人，候鸟和森林约定，勇敢的回应，然后我的世界也变轻，我心姐夫一来啊，他直接就说小美以后我照顾了。哎，在场所有人你不知道，姐夫一出手没人敢吱声，一个个都蔫了。哎呦，你说说啊，这么精彩的场面我怎么能没看见呢？你这个傻小子，你没拿手机拍下来啊？我不是一比一给你还原了吗？哎呦，就你这演技吧。笑什么，不都怪你吗？非得让我去县城啊，错过了我女儿的高光时刻，我本来以为得等到小庄亲口叫我妈的时候，我才能听到这几句话呢。我真没想到，他们这进度也有点太快了。这得怪他们，进度太快了。好好好，哎呦，这不亏，我吓着你。行了，哎，不管怎么说啊，大美这么一说，我发现小庄真心的爱小美，是不是？哎，这你就放心啦。对吧？那是，我女儿这么可爱，谁不对她好啊？ Good morning， 又集中夸我呢？不是夸你，是夸我女婿，你只是稍微的沾了一点点光哦。哎，快坐下来，接着跟我们仔细说说昨天到底是怎么回事。不了不了不了，回来再跟你们说。你女婿催我呢。哎呦呦！哎，说这孩子啊，这早饭还没吃哦。爱情太神奇。你呀，跟你姐多学着点儿。你看看她那小庄腻腻歪歪的劲儿，你要有一半儿，甜甜早就是我儿媳妇了。妈，你说什么呢？你还不好意思？你看你这，就你这个没出息的样儿，你就不开窍，跟你一样。不，这说的好好的，怎么又说到我身上了？怎么跟我一样？幸亏咱们家小美是随我。又聪明又漂亮，招人喜欢。对，优点全随你。不说真的啊，哎，大美，你妈当年，清水村啊第一万人迷。嘿，行了，别夸我，咱们村有一万人吗？哎，对，你姐最爱吃这包子，留着给她当夜宵啊。别往那看，吃完夜宵容易不消化，这个也得给她留着。妈，你也太偏心了。这回一碗水端平了吧？庄教授，庄教授，我来了。庄教授，今天看起来挺精神嘛。十分钟以前更精神。哎呀，我以为昨天我们都说好了，十分钟，一分钟不多，一分钟不少，多了一分钟。那我现在就去把一分钟补回来。怎么样？没骗你吧？这是条上山的快道，一般人可都不知道哦。本来以为只要住两天，没
想到要上山，没带够。哎，你这个包这么大，应该带了驱蚊水吧？观察植物授粉，不能用驱蚊水。今天又不是观察植物授粉，给我吧。所以没有带驱蚊水的习惯。好吧，那算了，就当是为科学献身了。还好我当年没学植物学。怎么了？山上的太阳升起的方向难道不太一样？只是不想让衣服再沾上口红印子了。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你这个西装外套能不能借给我？我看。哎呀，不好意思哦。啊，放心，我今天的口红是防水的，沾杯不掉色哦。不掉更好，走吧。方教授，不会记。很适合你，真的，我也觉得这个颜色和我很配。愚人节，喂，方教授，泥人不说暗话，怎么能拐弯抹角说我愚人呢？差点被美色迷惑了。愚人节有什么了不起的？谁不会啊？老娘一分钟能给你打十个。什么时候能跟甜甜？妈，哎，你是不是最近记忆力衰退了？啊？怎么了？这话你半小时前都说过了。我告诉你，你要不想让我说，行啊，你把人甜甜娶进门啊。婶儿，你叫我？啊，不是，是大美，大美找你。来来来，吃点橙子啊，你们聊。怎么了？哎，你姐呢？我给她带了点葡萄来。哦，我姐跟我姐夫他约会去了。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什么叫约会啊？小帅哥啊，虽然呢你这款阳光小狼狗很吃香，但是呢你的出场太晚了，只能作为跟女主擦肩而过的男二了。大美，你觉得呢？男二？你看庄教授那不解风情的样子，谁是男一还不好说呢。哎，对了，明明美人是姐姐，为什么她是小美，你是大美？因为男人不能说小，是男人就要像哥哥一样保护好她，管她谁大谁小呢？大美，你这个宣言不错嘛。小帅哥，虽然呢我站的是花鸟 CP， 但不是我说啊，你这个作为男二的情感作用还得再加强。你别跟我说男二了。那你这马代不去了？不去了。这地方比马代有意思。你就开始行动啊，有志气。谁让我昨天夸下了海口呢？今天得先给贾南一打一天工啊。教授不是很会打结吗？怎么携带还散了？所以，看见喜鹊是好兆头啊！我们今天一定会顺顺利利的。
那听见这个呢？不就是乌鸦吗？雀形木鸦科约25种黑色鸟类的俗称罢了。懂得不少。我都是从网上看来的段子，其实吉不吉利的无非是人类给他们印安的意义。就是因为这样，才会让这些无辜的生物背上无妄之灾，实在是太不应该了。我刚才也挺不应该的。在自然看来，最不吉利的莫过于人类。没错，说得有道理。小心。小青。熟人。是啊，以前经常上山考察。哦 ,Vlog 拍摄地的时候经常能看到小青，还有乌梢蛇。不过乌梢蛇小时候长得好看，长大了就比较普通了。和我完全相反。哎呀，玉美男不是给你看了我小时候的照片吗？你快忘掉，快忘掉，记住我现在的样子就行。不行，树人不树阵。没看出什么区别。快上山吧，晚了就下不了山了。哎呦，这路可不好走啊，你也小心一些。没事没事，我累了，就在地上休息会儿。你这招扫堂腿练得不错，你小心点，你要摔坏了没法跟你姐姐交代。收到。对了，庄教授跟小帅哥你站哪边？庄教授他不本来就是我姐男朋友吗？这我还能认谁啊？话是这么说没错，不过最近阳光暖男上位的套路也挺多的嘛。而且这种套路背后的体贴感，正是高冷男主最缺乏的。这类男主呢，通常不解风情。哎呦！哎，累死了。我一定是好久没有运动了，怎么爬两步路就这么累呢？张教授，你借我靠靠靠一下。算了，继续走吧。相思子，红豆生南国。相思子种子三分之一是黑色，这个通体红色，是海红豆。啊，我还以为是统称呢。两者压科根本就不是一个，你被王维误导了。简直是对牛弹琴，王维在世也得被你气死。行事做派难免有点老干部的作风。保温杯、枸杞、热水，你跟我爸应该挺有共同语言的。喝热水能促进汗液挥发，比喝凉水更解暑。真的假的？而且，我也没你这么大的劲儿。但这种男主偶尔透露出来的体贴，往往更令人动容。
做个对照组，自己试一试。哇，小森林，你还记得我喜欢喝的口味啊？小卖部当零钱找我的。现在小卖部不都是扫码支付吗？哪还有什么零钱啊？七七换了。你是不是特意给我买的？快下雨了，把雨衣穿上。谢谢，真贴心。不情敌也是不可小觑的，这类暖男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他会利用自己活泼开朗的性格先去征服女主身边的人。哎呀，王婶回家了。刚才带你看的那边是果园，这是种茶叶的。谢谢叔叔特意带我过来。您辛苦了。你看看，谢谢你，我反正是顺路啊。对了，最近天气热，您一会儿下去别中暑了，这个您拿着吧。哎呀，小吕，这怎么好意思啊？您千万别跟我客气，最近跟你们住在一起，已经把你们当成是一家人了。好，那谢谢了啊。行，那你慢慢的转转啊。对，好，叔叔慢走。好嘞。甜甜姐，你好懂啊，你简直就是情感大师啊。你还是太年轻了，你再多看几年电视剧也能得出这些道理的。综上所述，庄教授啊还是不可以掉以轻心。哎呀，最近姐弟恋还是挺有市场的啊。所以甜甜姐，你也支持姐弟恋的吗？我当然支持了。那你觉得我不光姐弟恋，还有大叔配萝莉，乘风破浪姐妹情，相互知己兄弟情，我都支持。只要演员好看，故事带感，就没有我吃不下。等等，大总最近吃不下，有点太过时了，老了。进。金总，好消息，找到了。啊？我就说我画的那么像，怎么可能找不到人？在哪儿？快说！什么找到了？我说的好消息不是这个，是你看，虞美人最新的 vlog 点赞破万了。美人？对呀，虞美人最新的乡村 vlog 在葡萄园拍的，而且呢还找她村里的闺蜜一起入镜。哎，你看评论里都说她的闺蜜清新脱俗。对，我让你们找的是仙女。你给我找回来一村姑，先忙去了。哎呀，破万了！东山再起，指日可待。Hello， 大家好，我是美人鱼有大长腿。我是李甜甜，这里是甜甜的葡萄园。啊，这里是我的葡萄园。那我们首先先来介绍一下这里的葡萄吧，就是我的葡萄很甜，然后我们都是不打农药、无公害的。那平常周末的时候，就自己带自己爸爸妈妈呀，或者小孩子啊，都来这里体验农药。好像被人踩过了。看痕迹，应该像前不久刚摘的。没想到这么隐蔽的地方都被药农扫荡过了。啊，那边山的洞口好像还有黄花蒿，只不过爬上去有点费劲，应该还没人去过。我们去看看。快去快回嘛。等一下。张教授该不会是害怕了吧？雨天路滑，把这个穿上。什么嘛，还以为装蒜的转性了，果然还是那股熟悉的味。不会穿，
谁说长得漂亮的人动手能力就不强了？这里有人说你长得好看吗？庄教授，别不承认了嘛。走吧。你看到微信，快点给我回个电话，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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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踏破铁鞋无觅处，好吃葡萄就在灯火阑珊处。喜欢吃葡萄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我的店铺购买葡萄。OK OK。不愧是仙，点名都这么可以，既能帮村里解决葡萄销路，又能暴打仙女，我太棒了。甜甜姐，谢谢。大美啊，你说我们这清水村什么都好，就是交通不太便利，只收葡萄的人又少，这么甜的葡萄都卖不出去。没关系，你卖给我呀。真不愧是我从小跟着一把屎一把尿喂养大的，姐姐没有白疼你。喂养？谁啊？什么？个十？百千？两千斤？两千斤？我是不是在做梦？我连痛都感觉不到了。你说？会不会是他说错了？问问，有道理啊。两千斤葡萄怕运输不利，能否请店主亲自送货上门？你看他自己说两千斤的。你看他那名英俊本俊，听上去就不是个正经名。哎，不会是坏人吧？人家花了那么多钱图什么呀？不过我们现在能摘的葡萄总共也就个500来斤吧，不够呀。哎，这样，我们去村里面帮别的乡亲一起卖。好啊，好啊，好啊！走。来。哎呦！庄教授，你看，现在已经人迹罕至了，胜利就在前方，比想象中的快，还能更快呀！看到那个山洞没有？哎，不如我们来比个赛吧，找到的人可以让对方满足自己一个愿望哦。我赢啦！庄教授说好了，要满足我一个愿望。幼稚。好，庄教授，你好了解我，我就是幼稚。让我想想愿望是什么啊？啊，不如你给我变一个魔术吧。已经变好了。这么快？什么？川剧变脸。饿了吧？吃点小零食。这个是我在那个满月酒上看到，没有拆封，怕浪费就带回来的。要不我给你变个魔术吧。嗯。
变得不错。教授，你这个笑容也建议半永久哦。这雨应该会下得挺久。哎，那大哥，等等我，等等我。谢谢。哎，行了。预报不是说没雨吗？怎么打雷了？那咱快回去吧。走走走走走。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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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早上也没有暴雨预报，怎么突然下这么大了？这得多久啊？降雨超过50毫升，可能会引发泥石流。泥石流？那怎么办？我们先去采，采完赶紧回家了。这些还没到处理期，还没到采摘的时候。我先去探探路。啊，不行不行不行，我害怕，要去一起去。我先去。这也太滑了吧！用这个。哇，庄教授可以呀，又是鞋钉又是手杖，装备够齐全的哦。跟着我，每一步都要踩踏实了。哎呀，怎么了？隐形眼镜好像掉了。啊，舒服多了，走吧。雨势太大，强行出山的话，遇到滑坡会更危险。这个山洞还算平整，要不然等雨小了我们再走。好吧，是我拖后腿了。这是最合理的选择，与你无关。打个电话。没电了。用我的，别让家里担心。甜甜，这是庄宇的手机。今天下雨下山不便，我们等雨小了再下山。你跟我爸妈说一声，我在你家过夜，不然他们不放心。田玲姐，什么三倍速，什么恋情啊？他们俩上山了？没有啊，我在看优酷爸爸的新剧，他有3倍速。哎，
小美也是怕她爸妈担心嘛。你千万不要告诉于叔于婶啊，这清水山上又没什么豺狼虎豹的，再说了，有庄教授在，我觉得问题不大吧。不行不行，山上下暴雨太危险了，我得找他们。哎，痴心错付的男二，愿有好心人给你一个家。庄教授，美人姐姐，美人姐姐，庄教授，美人姐姐，庄教授。庄教授，美人姐姐，你说。压缩饼干，看着少，吃着撑，别吃太快。谢谢。你给的零食我已经吃饱了。就满月酒那些零食，那哪够啊？再吃点吧。睡袋，张教授早有准备嘛。凡事都要有 Plan B。Plan B。难道你早就做好了准备，要跟我一起？请你看清楚。哇，还是鸭绒的，很贵吧？挺结实的。这是单人睡袋。单人的也未必挤不下两个人嘛。我觉得这个睡袋看起来有点小。别客气哈，姐姐让给你了。这个地方，我就在这里，你放心，我一定老老实实的，绝对不会动你一根手指头。老老实实。那种登堂入室的事情，有一次就够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记仇？而且我今天又没有喝多，那种表演想再看一次可不容易呢。你睡这儿？对呀。哎呦，借你衣服。是为了不沾口红，不是为了沾土。好你个装蒜，还以为是关心我，原来是关心衣服。哎，那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啊？不借人家衣服就算了，还抢我站的地方。睡吧。给我铺的。怎么了？进睡袋。好。谢谢哦。教授，谢谢你的睡袋。你坐在地上硬不硬啊？还好。那你冷吗？不冷。你睡得着吗？睡不着。啊，是不是因为我？要不还是你睡在这里面吧。我是因为你一直跟我说话。
庄教授，你该不会趁雨小了自己偷偷跑走吧？不会，我会把睡袋带走。森林里，在光线中穿行，遇见雨后的天气，遇见某个人，偶然的回忆，然后孤单世界都变清，脑海里声音怎么会被依然被治愈？两个人的世界，骄傲的存在，就是我向你走来。你突然闯进来，心也跟着打开，告诉我这瞬间能变成未来。循着光而来，森林的光盛开，等候鸟飞过来，确定你是我的未来。是这样自然点，你的教导服务很特别。小爱同学，我在。Play my favorite music。
成花香。你嘴角上扬，像在宣布每场心跳是恋爱的专属配方。喜欢你一脸的阳光，在我的视线里登场，一颗心它走起夏日里的狂想，没目的乱撞，快找不到方向。感觉透星光洒肩上，云朵开出新的形状，八点钟方向两个人影被拉长，我想要慵懒地靠在你肩膀。你想带着满天星光为我闪亮，在我的瞳孔中刻成花香。你嘴角上扬，像在宣布每场心跳是恋爱的专属配方。视线里登场，一颗心弹奏起夏日里的狂想，没目的乱撞，快找不到方向。感觉透星光洒肩上，云朵开出新的形状，八点钟方向两个人影被拉长，我想要慵懒地靠在你肩膀。你想带着满天星光为我闪亮，